爐上蓋的風扇咧，係將熱空氣循環咁樣旋轉，將熱力咧散播喺鍋裡面嘅每一個角落，短時間咧將食物受熱，做到外脆內鮮嫩嘅效果。至於點解熄咗機，上蓋嘅風扇都繼續著咧？其實係正常嘅，因為做緊散熱程序啊嘛，幾分鐘之後就會熄噶啦。